这个是他们的特调橙汁，是吗？特产。这是他们这里出产的橘子，是180的 orange。是可以吃的吗？哇，真的很橙。Oh my god， 很好喝这个。いただきます。好像不是山药，这是不是藕包？什么味道？虾吗？超大的鲍鱼！哇，它是不是很 Q 弹？嗯。哦是那个石头，叫什么石头啊？我现在在桥航岩，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的大石头，其实是可以走过去打卡的，可是有点泥，所以我怕脚会肮脏鞋子。很漂亮，然后也有拍了一些照片，好看，耶！Yes. Oh, yes, yes. Like. Why? Like this is what? Demon Slayer. Nezuko. So, this is his Dark Issue. Dark Issue. Oranges again. What?哇，好大颗！鳗鱼，别漂亮吗？我在想我的眼睫毛会不会飞掉。走这个刚才有吓到我，你看，哦，脱开，哇，温温的。就他们说我们会7:30吃晚餐 ，just gonna chill until dinner time and then I'll share my dinner with you guys。大家，我刚刚出来我的房间时候，我有点，哎，好像少了点什么。什么少了点什么？是少很多。我又把我的房卡忘在那个房间里面了。又是 orange。我们呢？我吃的是哪一个？コマツナサンドイッチ。嗯。
好一些，因为我觉得它有差不多一样。我先，这是他们的面包，哎，面包，我超喜欢吃面包。吃哦，它面包很好吃，面包真的很爽。很香，很香，怎么这样子？嗯，我很喜欢。有点有嘛有嘛，完全是石炉。哇，我这边还有个照片。Oh, so good. So good. 美女。假睫毛拍子真的很好看，很自然哦。Okay, so now I'm heading down for breakfast. 这是我的早餐，いただきます。Orange is best.我们丢完了那个 丢了那个 shuriken， 就是我第一次体验，就是丢 shuriken， 很像拿乳头这样。大家记吗？这个是东坡油。这个是炸虾，这个是乌冬，就是这样了。嗯，头一个吸管，它的面它很滑，顺顺利利。明天是日本的七夕，7月7日，所以它就有很可爱的环节，就是把你的愿望吊在树上，然后希望它会实现。我们现在走着这条路去那个阿卡梅48瀑布，去看美丽的瀑布。刚在那个中古店买了这个很可爱的 Ninja 娃娃。What? So we are at Nara Park right now, and it's like so many deers here.那边的鹿在喝水。Do you know where to get water? 你知道哪里可以买水吗？我很口渴。啊，走前，然后转右。OK， 阿里嘎多，哥在吗？哇，你不要踩我的！你
The next day, Hello， 大家 ，Good morning。今天是我在日本的最后一天，然后今天我们就会去 Osaka， 所以是蛮期待的，因为我终于可以去逛街了。然后我现在要下去吃早餐了 ，Let's go。这是今天的 OOTD， 比较酷酷的风，再配个靴子。到最后我们没法在那个限定时间捞到那个鱼，所以我们就回座位了。他们会自己捞，然后上菜。汤库啦！哇！这个是鲷鱼，白色的啊。来，我们假假钓到饭，快点吃。耶、我们吃完晚饭了。对，所以这个地方呢叫新世界，然后你看它的很美很美的。对，然后这边呢是出名吃那种炸串啊烧烤的地方，如果你们是喜欢喝啤酒吃烧烤可以来，因为它就在那个通天阁的前面吧。早上要减肥，晚上点外卖，拜拜。哎，你干